连续碾转步。同样距离、速度、同步性都非常好。随后进入不拉手的中线接续步。短暂的停顿，随后进入 D 类型的同样舞接续步。进入编排韵律接续步，女伴的裙子掉落了一片在冰面上，旋转托举，很有特色的一套韵律舞，在一众八零年代这个常规的八零年代舞蹈风格当中跳脱出来。很遗憾的是，裙子在后半段的时候掉落了一片在冰面上。I know. When you undress the girl, you don't start with the skirt. No, it's a him, it's not me. No, but I told you before, yeah, you know, you don't take this.回放中第一个技术动作，质量很高的同步连续碾转步。两个人的位置一直保持在近距离，非常好。
前面提到的好的同步性就会像影子一样。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的影子，距离、动作、同步性就体现在这个方面。最后的旋转托举。